好的，下面没有，幸福来得太突然。但是各位，刚才上个半局进攻说，只要认真加油就可以结束比赛。各位，你们做到了，先给你们自己掌声鼓励好吗？谢谢你们。当然，比赛赢得很辛苦，但是胜利就是胜利哦。所以今天的单场 MVP 毋庸置疑，再见全垒打，姜昆宇。小翔来帮我们颁发单场 MVP 给提出再见全垒打的姜昆宇，谢谢。好，看着正前方的镜头，那也恭喜姜昆宇呢再次的拿下了单场的 MVP。另外呢，小翔来帮我们颁发了。